这几级忙忙的干嘛去？那个祁连城，他带兵接管了牢房的警戒。稍安勿躁，没什么大不了的。专员，我看这个祁连城，他就是铁了心的要跟洪子杰狼狈为奸。这有些事情啊，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专员，可是他摧毁了我们安置的监听设备。 这如果洪子杰和胡蕊蕊串供可怎么办？现在这个胡蕊蕊才是最关键的妻子，我倒要看看这个洪子杰和胡为明到最后怎么来抉择。这个洪子杰，如果要是为了他的心上人，为了他们那个所谓的爱情，他就一定要说出八一是谁。 可是这个胡为明呢？如果是为了亲情，他就一定为他亲生女儿要站出来。你怎么跟刘世飞说的？我说，电文是我传递出去的，到时候，蒙林游击队的人会自己过来取。这样的话，他根本不会信。我感觉他没有怀疑啊。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说话。 他应该已经怀疑到你爸爸了，他是想通过你逼你爸爸自己站出来。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按照我说的，一口咬定是我逼你把情报放到指定地点。那这样的话，刘世飞不就更不会放过你了吗？他根本就没想放过我。你听我说，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你想起什么了，可以随时砍我。或许胡蕊蕊还能少受些罪。 说了多少遍了？我就是共产党，情报就是我传递出去的。你觉得你跟我说这些，我能相信吗？刘叔，情况现在是这样，我是共产党，你今天要把我交出去。 你就立了一件大功了，瑞瑞。既然你说你是共产党，那好，那我问你，你们共产党的党章是什么？你当时宣誓在入党的时候，你发的誓言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 既然你知道，那你就是共产党。胡蕊蕊，我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我们相信你能帮洪子杰盗取情报，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能力送出去。你这样做
还是得其反。 西连城，是。瑞瑞，你说我们这么耗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刘叔叔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叔叔这是为你好，也是为了你爸爸好啊。你告诉刘叔叔，刘叔叔真正要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真话，哪句话说的是假话。你放不放过我？ 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内心去撒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看来，你是真的不想要我给你的最后的机会了，是吧？ 刘是非呀！再多问他一下，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胡占魂，你这是下了，把我女儿放了，胡瑞瑞已经承认，他自己就是共产党，你让我怎么放他？你我心知肚明，他说的都是假话。 当然，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假话了。可是我要让他说，谁才是那个真正我们要找的人？你不是就想要找到谁是八一吗？ 胡长官，你能告诉我谁是那个八一吗？嗯，先把我女儿放了。你告诉我谁是八一，我肯定放了你的女儿，我肯定保证她平安无事。 八一，八一就是，我就是八一。
沉默了这么久，怎么今天突然想跟我说来？我不想我的恋人再因为我受到牵连。你的恋人？其实你心里很明白，我们真正怀疑的不是胡瑞瑞。我知道，是胡为明。聪明。那好，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呢？问吧。胡为明是不是八一？我说了，我才是八一。洪子杰，如果我们要再这么聊下去的话，绕来绕去又回到原点了。你想说你是八一，你无非就是想救胡为明和他的女儿胡蕊蕊，这样一举多得呀。我为什么想要救胡为明呢？他是你的上线，不是我的。我是共产党。如果你们怀疑胡为明，可以把他抓起来，让他享受跟我一样的待遇。我看到你们自相残杀，多热闹！我何苦要为一个军统的特务分子来牺牲我自己？我这么做，就是让你放了胡瑞瑞。洪子杰啊，你是共产党。对于你的身份，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你要偏说你是八一，恐怕这一点很难自圆其说吧。你们把八一想得太深了。他只是为了纪念我父亲的一个代号而已。八一是在我党国高层的，你想想，你身居何处？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八一？但是我潜伏了这么久啊，这是组织上对我潜伏身份的一种保护策略。你身在中缅边境，那份密电是从重庆发出的，发给了龙林游击队，这一点你怎么解释？你从哪儿来的电台？鬼子的电台。鬼子的电台。我把信号发到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自然能够联络到龙陵游击队，然后到指定地点获取灭文。那你告诉我，鬼子的电台你从哪儿得到的？从民山家执行任务回来，我消失了一晚上，孙家干一定向你汇报过。我就是在那天晚上从鬼子追兵的手里抢了电台发的信号。听起来确实是无懈可击，天衣无缝。你知道摩斯密码？在你的调查当中，除了八一，谁还知道这套密码？如果你放了胡瑞瑞，我可以考虑把一码本给你。你有一码本？一码本只有八一本人才有。喂，啊，去坐。洪子杰提供的部分密码确实跟八一的密码一致。那会不会是胡为明为了脱身，故意把这个密码透露给了洪子杰？从中共的组织纪律来看，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徐总，难道我们怀疑胡为民怀疑错了？是非，普遍怀疑是我们的原则，这无可厚非。至于错没错，只有拿到洪子杰手里的一码本，才能下定论。好，我明白了，徐总。主任，关于蕊蕊这件事儿，我有些个人的看法。就洪子杰的案子，我觉得蕊蕊的确是做了一件有损党国利益的事，但我觉着蕊蕊那只是一时糊涂。就您和刘专员的交情，他这么对蕊蕊，我觉得实在是……给我钥匙。哎，他们不会找你麻烦吧？放心吧，爸爸没事了，你也没事了。这不，爸爸来接你了。走。那洪子杰他呢？这件事儿你就不要多问了。娟，告诉刘世飞，我要马上见到洪子杰。是，我一定转达。建国，你正面的鬼子有什么动静？原来一直在频繁调动，应该是有什么大动作的样子。但自从洪子杰他们刺杀了申锦和夫之后，鬼子就都龟缩起来原地不动了。估计他们是群龙无首，都等着新指挥官上任呢。鬼子等，咱们就不能等了。师座，你是要先发制人？趁鬼子布防停滞，咱们先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我看行，如果等他们回过神来，我们又得被动防守。事不宜迟，何副官，走，通知各团团长到师部来开会。是。将軍閣下の件が一刻完成されてます。一番良い役員を使ったのですが、赤が抑えていけません。それは将軍閣下が翌軍政調隊に陥る一番の原因です。そんなのどうでもいい。今知りたいのは将軍閣下いつか回復できるのだ。すみません、今は回復できるかどうかの問題ではありません。次まで完成したら二度と起きられないのです。ですからお葬式の準備を用意してください。何の準備だ。私は医者です。事実を伝える義務があります。お許しください。じゃあ今将軍閣下に会えるのか。今ははっきりしてます。我们胡长官要亲自提审洪子杰，你在这儿不方便。可是刘长官有命令的。刘长官，刘长官诬陷我们胡长官的事还没完呢，自己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交我的事情，回到重庆继续做好隐蔽身份的工作。我不能走，我走了你必死无疑。难道你再忍我就不死吗？至少我还可以努力努力。你应该很清楚，你能够隐藏到今天，是很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生命来保住你。如果你因为我而暴露，这些人就白白牺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父亲？我会比你先见的。不，我还希望将来你能亲口叫我一声爸爸。胡伯伯，带上二瑞一起走，他不能留在这儿。不可能，你不走他是不会跟我走的。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他一定会跟你走。马上跟我一起回重庆。您不打算救洪子杰了？不是，恰恰因为要救他，所以你必须马上跟我一起走。我不信。子杰这个案子影响巨大，一定会押回重庆继续审理。我们先回去做好如何秘密营救他的准备。真的？到时候有些事情我不方便出面，你可以替我去做。那我想再见洪子杰一面再下决定。这胡威明要带他的女儿回重庆，说是您同意的？是的，他找到总裁失踪时的贺主任亲自出面担保了。你知道我虽然主持着局里的工作，可贺耀祖毕竟才是局里名义上的第一长官，他的面子我不能驳。是，那肯定的。这个胡威明现在确实不用怀疑他，可是他这个女儿胡蕊蕊给洪子杰传递情报，这是板上钉钉的。如果就这么放他回重庆，您说？你以前也不是拍着胸脯说胡蕊蕊肯定不是共产党吗？一个女孩家因为爱情做了件糊涂事儿，情有可原吗？好吧。可是那这个洪子杰怎么办？是不是也给他押回重庆了？这样一来的话，也让您在总裁和那些同僚面前可以扬眉吐气啊。洪子杰现在的身份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拿捏的分量。你想想，一个可以直接跟黄鹤南联络的共党分子带回重庆，必定是个烫手的山芋，说不定啊也会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是，您说的这有道理。可是洪子杰如果继续在这儿的话，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吧。想想怎么利用他来挽回我们因为密电泄露而遭遇的颓势，这才是当务之急。好，我明白了。
他们好不容易同意我来见你的，现在想见你一面真的好难呀。我是来告诉你，我决定和我父亲一起回重庆了。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不会像五年前那样突然消失了吧？我记得你说过，你说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在一起的，对吧？去了恭喜你，大家都在议论你们特战队是战斗英雄。她叫喜娜，我特别欣赏像你这么勇敢的中国女人，以后有机会你多教教我西洋医术。你是那个不需要女人的连长。你是那个不怕死的女医生。我愿意脱掉我的军装，放弃我的理想和信念，一起和你逃开这。诸位，我们要通过这一战打掉日本人在东南亚、在中缅印战区的嚣张企业。五天后由张建功的摩部团为攻击先导，其余各部紧密协同，力争一鼓作气消灭德日日军。听明白吗？明白。准备。准备。小坤哥哥，一下个徐々に良くなっている、すぐ回復できる。服部君、嘘をつく能力はまだ練習が足りんようだな。私の命だ。自分が一番よく分かっている。あと数日しか持たんだろう。
私の話を記録してくれないか。そしてそれを私の代わりに岡村閣下に伝聞を送ってもらいたい。 将軍閣、早く回復していてください。もし何かあったら、私はあなたを補佐するように全力で秀さんを補佐します。功績を立たせます。服部君、ありがとう。 我就是想帮你。其实你自己可以救自己。怎么救？很简单，你发表一份声明，脱离共产党，并且说你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共产党胁迫你做的，就这么简单。你做得到？ 听起来不难，对，真的不难。洪子杰，如果你愿意继续效忠党国，以你的能力，今后一定会前途无量。威逼利诱。
栽赃陷害。我相信刘专员今后您一定会升更大的官儿，只可惜我看不见了。我只问你一句，洪子杰，你难道真的为了你的信仰，你这个所谓的信仰，丢掉性命？你应该知道，我身上有很多处伤疤。可是你知道，哪些是为共产党留下的，而哪些是为国民党留下的？请指教。这些伤疤不属于任何党派，他们都是因为我的信仰指引着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打鬼子留下的。我坚信只有我的信仰才能代表40万同胞的意志和思想。我会永远忠于我的信仰。母さんの指導のもと、もっとうまくやれる。主よ、私を将軍閣下と呼び続けるつもりか。将軍閣下。司令から提案を賛同し、部隊の指揮を引き継いでもらおう。即各連隊の指揮官に連絡。この行動計画通りに英米連軍と中国軍への総攻撃の用意をしろ。はい。これが私の父さんが一番見たかったものだ。だが、こんなことは慌てすぐるでは。服部、岡村将軍の伝聞には私をこの行動の指揮官に任命するって確かなのか。はい、命令通りに実行する。
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石头，前沿张昌绍发现，我们防区对面的鬼子都在异常的调动，似乎是要对我们动手。你说鬼子要对我们先动手？对，战斗意图非常明显。通知各团，提前进入战备，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场了。是。 其他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万事俱备。啊，晚上你再去见一下洪子杰，我去顾市长那儿跟他辞个行。明天我们回重庆。明天就走？对，马上就打大仗了，这儿不宜久留。好，你去见洪子杰的时候，把这个录音带给他听。我们再最后给他一次机会吧，庄园。 我们手上已经有了这个录音和声明材料，还用得着跟洪子杰废话吗？这毕竟是假的呀。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争取它，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可如果他还是顽固不化，那就是我们最大的麻烦了。我懂了，您放心。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机会站出来否认的。干净利索点，别让别人看出是我们做的。明白。去。是。伤口还没好利落，这帮狗日的下手也太狠了。这都是小事了，罗。今天冯威跟我说。 刘世飞身边那个孙家干下午来医院开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药，说是给老大的。哎呀，队长被他们关了这么长时间，失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呗。你糊涂呀，那能是失眠这么简单吗？不是，安眠药不就是治疗失眠的吗？安眠药吃多了，死人的。死人？不是，你的意思是，刘世飞他们要对队长下手了？你以为呢？ 我听说刘世飞和孙家干明天就回重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在走之前就想把老大给害了。那可不行，不管队长是不是共产党，咱们一起杀了这么多鬼子，他肯定是个英雄。刘世飞这帮狗日的想要害了他，再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对呀，我来找你不就是商量要怎么办吗？再晚就来不及了。行，那你赶紧说，咱怎么办？哎呀，我这不也没好办法吗？ 老罗，既然这样，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晚上带着家伙从里面把老大请出来。行。哎，我突然想起来了，看守队长呢，除了刘世飞带来那几个警卫，其他的都是小区的警卫营的人。咱直接找个小区一块干不就行了吗？不就是因为是祁连城的人，我才不能跟他说。为啥呀？人家祁连城现在满心都是党锅，哪有咱们兄弟呀？我跟你说。 这事儿不跟他说，兴许咱俩还能干成。你跟他说了，肯定完的。你说的有道理，我都忘了上次咱们俩去找他给队长求情，还吃了闭门羹。行，你说吧，咱什么时候动手？现在就去取枪，熄灯后一响，立刻动手。行，走，走。 小琪，你怎么来了？我还要问你们呢。不好好在医院养伤，这是要去哪儿啊？哎，我们听说，我没事儿，在这病房待的太闷了，出去溜溜弯儿。老罗，你说，这是出去溜溜弯儿。你说我们住了这么长时间院，我总得活动活动筋骨，出去。老实人还没学会撒谎呢吧？ 行，既然你知道了，那我们就不瞒着你了。没事，小秦，我们跟队长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刘世飞那个狗日的要对他下手，无论如何，我们拼了命也得把他给救出来。
齐哥，我不管你们扯不清的那些什么狗屁信仰，还是跟我老大有多大的意见和分歧，今天就俩这事儿，你最好别插手，否则我也只能撕破脸皮。在你心里，党国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我心里，老大是第一位。 能有你们两个兄弟，这辈子也值了。把他们两个铐起来。哎，小心！金连长，站住！站住！小心！金连长，你是干什么的？因为是兄弟，所以才不能让你们两个冒险。金连长，有混蛋！知道，魔步团三探五探工兵团都跟鬼子沾上火了。小鬼子动作真快呀，命令剩余部队。 军交战，为了你的安全，给你调换到了这里。这里没人打扰，怎么样？感觉不错吧？洪队长，这长夜漫漫，刘专员担心你寂寞，让我来给你放一出戏，解解闷儿。 因为共产党采用卑鄙下流的手段，威胁我对国民党栽赃陷害，破坏抗战。我不想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为了让社会各界看清共产党的丑恶嘴脸，所以我洪自杰郑重声明，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全国上下抗战的时候，你们用卑鄙下流的手段。 来铲除你们眼中所谓的异己，破坏抗战。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真实面目。我再次郑重声明，脱离中共，是这个意思吗？往下听，还没完呢。中共。 让你炮制一份假的秘密电文，来栽赃重庆的中央政府，破坏抗战，恳请各界同情，是吗？是的，事实就是这样。你是自愿这么做的吗？中共威胁我，我是被逼的。 经过我重新整理的这份录音，你觉得这手艺怎么样？还有吗？ 我们替你重新起草了一份退出中共的声明，你是明白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你懂的。只要你按上手印，积极配合，那这漫天的云彩就都散了。你还是你，甚至会是更好的你。怎么样？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态度。 所以啊，我要严肃地告诉你，审讯你的原版录音已经都销毁了。如果你拒绝配合我们，那这份录音将是你的绝版绝唱，你将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洗脱清白，而且
让一个死人在这份材料上摁上手印，似乎更容易一些。怎么样，洪队长，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快动手吧！来人，洪队长最近压力太大，缺乏睡眠。为了他的健康着想，我要给洪队长喂食安眠药。你们给我摁住他！要抗命吗？是。现在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们的信仰真的很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会导致我们从兄弟变成敌人吗？祁连城从穿上这身军装起，就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党国的事情。齐营长，两军交战，您这是要上哪去？洪子杰换了看押室，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专员的命令，怕有人趁乱放跑了洪子杰，尤其叮嘱了您齐营长绝不可以接近洪子杰。这是我警卫营的事情，刘专员管得太宽了吧？命令是师部和专员一起下达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的弟兄。营长，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今天一定要见洪子杰呢？看来专员说的没错，你们的齐营长真的已经被赤化了。今天你救不了人，您身为长官，别让我们为难。我现在脱了这身军装，从此不再是您的长官了。这把枪是战场杀敌用的，我不能拿它对着自己的兄弟。各位兄弟，我不想为难大家，
但是里面关着的洪子杰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人我今天一定要救。现在我会往里走，如果当我还是兄弟的话，我希望能给我闪出一条路来。谢谢大家。出去看看。大同，你想造反吗？没看到秦长已放下了枪，萧日再敢动枪，就别怪老子不客气。跟我秦长的兵，跟我走。就算老子今天不用枪，你也别想活着过去。兄长，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谢谢兄弟。我们走。副营长，
洪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如果再不束手就擒，就别怪兄弟我手下无情。预备。 到现在，也看不出真正的主攻点在哪儿。这不像他们以前的风格。是啊，这是玩命的架势啊！这么短的时间，就在龙王山口砸了上千颗炮弹。我部团张建功的阵地，我料定，那儿才是鬼子真正想要打开的突破口。要照这么说的话，搞不好鬼子的前线指挥部也在那儿。 成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了。命令张建功，死也要给我扛住！是。趁着现在乱，你走吧。走吧，老大。 山口的方向，对，张建功团长的阵地，那鬼子的炮兵阵地在那儿，你们回去，子金，你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最后一次任务了，也不带上我们。小姐，你伤怎么样？从我们九队开始，就已经没有退路了。队长，特战队到齐了，下命令了。 撤！是。
呀！
洪子杰、上官羽离开玉儿师后，协助我党龙陵游击队成功地破坏了日军天网计划。一年后，原玉儿师师长顾远山、原特战队队员祁连成、罗大成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洪子杰继续战斗在保卫国家的战场上。这次任务艰巨，一定要小心。